对呀、啊，我上你家去接你去了，这扑个空吗？嗯，今天值班有点事，怎么不让我接你了？提前来，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声？我自己能解决的事，干嘛麻烦别人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不要。你买了奶茶，拿着吧。不要。热的，趁着喝了吧。谢谢。很客气。你有啥事？没什么事，就给你买个奶茶吧。我寻思过来看看你嘛。那没事，我去给我爸关门了。上车里边说吧，行不行？找你有点事。有事你跟我说呗。上车里边说，这不太冷。孩子的牙看好了？看好了。昨天怎么不让我跟你一块去啊？让你去干啥？让你去一棒子把他打晕。我不是说了气话吗？那就是你气话代表你内心的想法，对不对？那说明你有那种想法。那你去干啥？然后再因为一点鸡毛蒜皮事，咱俩待在医院吵起来，我也不想吵。怎么可能？你再花钱，这贵了那贵了啥的，你再舍不得心疼，你再吵架，我也不想当孩子面吵架。我就想算了吧。那昨天跟谁一块去的？那我姐拉着我去的呗。姐平时那么忙，老是麻烦人家干什么？我又没有什么事儿，我跟你一块去多好。那我能自己解决的问题，我干嘛要麻烦别人，对不对？那我是别人。你觉得你是自己人吗？我觉得是。那要是的话，你就不至于一棒子还就把孩子打晕了。我都跟你说那是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能真敲他吗？那你万一真敲了怎么办？我傻呀，我真敲他。那谁知道你到底傻还是不傻嘞？那因为怕花钱，在医院了，咱俩再吵吵，那影响多不好啊！我也不想生气，本来孩子的牙疼，就哭啊闹啊，我都怪烦的。再吵架吵起来了，那也不好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想吵。通过这件事儿，你说你现在没结婚没怎么地的，你对我们娘俩就这样似的，那要是以后结婚了咋整？因为以后结婚了是不是麻烦事更多？以后结婚了是不是你态度更差？那现在我们没结婚的情况下，孩子就因为点牙这么点的小事，然后你就这样似的，那以后为了别的事怎么办？看牙并不在于大诊所或者是大医院或者是小诊所，是在于你，我要的是你一个态度，你是什么态度？你要把他一棒子敲晕，为了省钱让他去小诊所，昨天去大医院都没办法，就都是后来都是捆绑式的。现在牙已经看好了，对吧？就不要去讨论这个牙的这个事儿了，行不行？不是说牙的事儿，是通过这一件事看到一个人对待我们娘俩的态度。难道你还没有反省清楚吗？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搭理你吗？那你意思就是我怕花钱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不怕花钱吗？我不是说花钱不花钱，我就是说孩子然后有一颗牙然后拔掉然后就行了嘛，大诊所小医院啥的也都可以做嘛，是不是？它不是于一颗牙的事，是一颗牙通过一颗牙反映了整件事情你对我们的态度，对我们娘俩的态度。它不是说一颗牙小诊所能解决，我也知道能省钱，那我们就省，大钱就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它解决不了，诊所已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去大医院？你还在纠结你的钱的问题，钱就这么重要吗？我没纠结钱，我什么时候说纠结钱了？我不就为了省两个钱吗？我不要求你有多富贵，我不要求你有给我们多么能花钱，但是你最起码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态度，正确的态度对我们，对不对？能别喊行不行？有话说话，你老是喊什么？动不动一说话就喊，动不动一说话就喊。我是觉得我们两个的事情，我们什么都好，你这人也很好，是不是？做事情也可以，但是你有些事情上，你能不能想一想我的感受？你能
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应该想，你应该都想到了，我还有儿子呢，对不对？你是怎么，你对我和我儿子现在的态度很重要，能就是决定于我们将来能不能走下去。我不想跟你喊，我也不想跟你吵架，所以我这两天也不太想跟搭理你，也不太想跟你说话，让你也考虑清楚，以后这样的事情会很多。如果你依然是这个态度的话，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走下去吗？你心里也不好受，我心里也不舒服。如果你真的喜欢我，真的爱我，那你就应该接受我的全部，不单是接受我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家庭，我的以前，我的以后，我的现在，你都要包容，你都要接受。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做好了。做好了，请你拿出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，对待我的孩子，对待我身边的人。以后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，孩子成长的过程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你都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做好了。爱一个人不是用嘴说说就行了，不是说你说爱我就是爱我，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，爱孩子，爱我的将来，爱我的过去，但是你当我说孩子牙疼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的反应一棒子敲晕，你知不知道我听到这句话我有多失望，我心里有多难过？我那不是开玩笑的吗？我说话也比较直是吗？那我说话也比较直，我这几天就是不想看见你，你心里舒服吗？说话比较直不代表你这人就真诚。说话比较直，那你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？真诚是好事，但是过于真诚那就不让人喜欢了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谈话就这样吧，你要是回家，你还是回家想想吧。你要是想好了你再来找我，如果想不好的话，那我们可能以后做朋友吧。我今天还值班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